翰理事长在去年希望我能够来担任荣誉理事长，那么我也非常欣慰，因为他要举办原住民才艺表演，选拔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台湾小姐，所以在这里呢，不仅要感谢他，更要感谢陈会长，然后这样的努力找到这么多的种类，在这边让这个比赛能够这么好的状况下进行。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温丹，我的原住民名字叫乌比比虎，我是来自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部落的赛德克族，很高兴可以参与这次的原住民族服装才艺选美大赛。我虽然没有艳压群芳的容貌，但我会用心对待每一次的登台，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文丹。好，因为麦克风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各位现场嘉宾朋友，到我们来自阿美族二号参赛者的李信鲁沃。以台中星光里文化站努大亚阿布阿赖长官评审理事长老师贵宾大家好，很高兴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来介绍自己的文化，谢谢。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这套服装，我的帽子的灵感是来自于公主帽，加大型加高，有鹅毛、鸡毛、鸡须毛缝制而成的，非常艳丽的颜色。那我的衣服是一个灵感是来自情人带，加大型的，是一片裙，摊开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型的情人带。那么我的裙子它是情人包，肚兜是情人盖。那么这件衣服它是十字绣缝制上去的，纯手工。我这件裙子特别的有意义，因为它摊开来的时候是可以做30件情人带，非常的有意义。在这里简短的介绍这套服饰，再来就是简短的分享，我是阿美族，在每年的7月、8月是我们阿美族的丰年祭，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丰年祭，一定会让你们留下美丽的回忆。在这里简短的分享，谢谢阿赖。好，谢谢我们二号参赛者李信。好，赛者高谢卓安，来自台湾族，吴镇若瓜尼亚。
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特色和我的家族文化。我的家乡雅拉奥乃印乡，有每年举行一次的收获季，也有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雨林季。另外，我们有许多特别的景点，像是有百年历史的二峰村，它是由日本人与我的祖先们祖巴鸟家族一同完成的，是著名的伏流水景点。其他的景点也有神鹰瀑布、丹顶吊桥等，都非常欢迎大家一同去游玩体验。再来，我要介绍我的家族祖巴鸟罗发尼奥。现在我穿的这一整套服饰，就是来自家族重要的传统服饰之一。它有个名字叫拉布。It feels rad。这是只有本家的公主才可以穿的，而我穿的就是其中一件，还有另外一件比较贵重，所以不方便向大家展示。这两套服饰代表了皇室的身份，因为上面每一个图腾都有独特的含义，象征家族的权威及尊荣。希望透过我的介绍，能让 更多的人以及在座的各位认识到我的家乡雅拉奥和我的家族祖巴鸟，同时也期盼我们原民文化能受到更广泛的关注集中。谢谢大家，马沙鲁。好，谢谢我们第四号参赛者高谢卓安，我们台湾族的乌镇祖巴鸟，对自己的族群文化特别的了解认识。阿木伊，罗嘎达瓜拉，拉鲁木阿木伊米豆。我是来自桃园市复兴区葵葵部落的泰雅族女孩。我们复兴区在桃园市境内是唯一的一个山地区。那我们山地区主要的族群就是泰雅族。那我们泰雅族呢，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就是纹面与织布。那我们的传统织布呢，主要用的线材是来自于苎麻。从苎麻一开始的种植到采收，后面的制线到上我们的织布机，完成一块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像我身上的这一套衣服的布料，就是我们的祖传布，已经有50年的历史。那它是来自于我的外曾祖母的亲手制作而成的布料。那我们上面的这个颜色有别于以往泰雅族的红黑色，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啊，那个年代他们苎麻染色所使用的颜色都是用天然植物去染色而成。那我的衣服的布料，它的基底是白色，是苎麻的颜色。那它的绿色啊和其他的配色，就是来自天然的植物染色而成的，所以有别于以往大家对于现在泰雅族红色、黑色、白色的布料的颜色。那再来呢，我这套衣服的设计概念，它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做设计。那传统的部分就是有我们基本的头带、上衣、布裙，还有绑脚。那我们再点缀一些我们的贝珠，去让这件服装呈现一个清新自然的风格。那此次来参加这个比赛，一部分是希望能分享我们泰雅族的文化特色，也希望借由此次活动能认识更多不同的族群，认识不同的文化。我们欢迎摩果拉。好，谢谢我们泰雅族的阿木伊。到我们第七号参赛者，来自阿美族的林杰宇。各位评审，还有在座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花莲瑞穗的阿美族，我的中文名字叫林杰宇，那我的族名叫做鲁碧。来吼，记录比老比卡布，大家好！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喝过瑞穗鲜乳吧？
没错，这个黄焖的鲜乳就是来自我的家乡瑞穗。那除了鲜乳之外呢，瑞穗的温泉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大家只要有到瑞穗，一定要记得去喝个鲜奶，泡个温泉。那瑞穗在这个时候呢，七八月是泛舟的一个旺季。那泛舟它有举办很多的国际赛事，也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的人士来这边参赛，所以我们的瑞穗是非常有国际观的。那在冬天呢，瑞穗的温泉也是非常的有名，然后欢迎大家都能够到瑞穗来观光。那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参加今天的比赛，我真的身为我是原住民的身份为荣，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比赛，然后把我们美丽的文化还有音乐舞蹈甚至是服装很多的东西可以分享到国外，让外国人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有这么的漂亮的文化。然后我也希望呢，将来能够有机会可以到国外跟外国的原住民做交流，不管是音乐啦，或者是舞蹈，甚至是可能当下的议题，我们都可以做交流，一起学习，互相成长，让大家知道原来原住民也是可以这么的优秀。那以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绍，谢谢大家，阿赖。好，谢谢我们第七号来自花莲瑞穗的阿美族李杰瑜。紧接着要邀请到我们第八号参赛者，来自汉族的甄雨涵。北斯塔洛奇曾说，解决贫穷唯一的方针就是教育，也就是全能教育。那国家对于教育着力的努力是重要的方针。生活及教育，孩子在品德学习与生活态度的养成，有如在生活中持续学习，身教是唯一的方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样一个选美大赛，在教育里面行坐卧走也是幼儿持续在生活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毕业于儿童与家庭服务系硕士，在秉持着服务
为方针，人生以服务为目标。我也在闲暇的时候投入义警义消志工行列，为社会付出一点点的心力，在利他行为持续努力，期许共好、共享、共荣，创造生命的价值。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九号的参赛者周淑敏。紧接着要邀请到我们第十号参赛者，来自阿美族的杨梦涵。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玉里林雅部落的阿美族，我叫扫骂奴隶。我们林雅部落呢，位于花莲县193县，南为春日，北为秀姑兰溪。我们林雅族称莲芽寨，莲芽寨是我们阿美族的一种植物，叫做月桃。因为早期呢，那边长满了美丽的月桃，所以才称为莲芽寨部落。我们那边也非常推荐有名的小吃，像是玉里面啊，还有桥头臭豆腐，也都非常有名的好吃。还有一些观光景点风景也非常的漂亮，像是四颗山可以赏金针花花海，还有安通温泉也可以赏樱花看瀑布，都非常欢迎大家。还有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花莲县每年都会举办一个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年节的节庆，那个是不管你是从哪里来还是哪里人，不同族群都可以参与的一种文化。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家一起下去跳舞，千人共舞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即使他是不认识的也都会非常的欢乐壮观。谢谢老师，谢谢评审，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来自花莲玉里镇的阿美族杨梦涵。好，紧接着要邀请我们第十一号参赛者，来自阿美族的田心云同学。你好，我是木马布隆及巴丹阿古。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Tian. I am an Aboriginal of Taiwan.Today, I will present Amis in Taidong. 各位来宾，各位评审，午安。我是田心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都兰背着都兰山，面向太平洋，是个风景宜人的地方。我们都兰部落呢，现在致力于推广沉浸式的体验，希望让所有的人如果来都兰部落的话，可以更融入、更参与阿美族文化。今天很高兴能参与此次的赛事，那希望可以让世界可以看到原住民。我们原住民文化不仅是我们很会唱歌，我们很会跳舞。我们阿美族文化，尤其是我们原住民文化，在这么小的台湾，我们却拥有将近20几种不同族群的文化服饰。所以我相信，如果世界看到台湾的服饰，看到台湾的原住民文化，也一定会为之惊艳。我叫田心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谢谢各位，阿赖。好，谢谢第十一号，来自台东都兰部落阿美族田心云，加力以后。12号，一样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曾燕玲。
古阿万努巴扎努马库。大家好，我来自花莲县光复乡沙老部落，我叫做曾燕玲，就读大业大学传播艺术系三年级，今年21岁。我的族语名字叫做马后，那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是我的遗故奶奶帮我亲手定做制作的，那我非常的想念我的奶奶，所以我穿这件族服来参赛。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个情人带，因为它在走路时都会有铃铛声，然后会让我想起我的奶奶。然后情人带的意义呢，就是未婚少女会借由丰年祭的情人节之夜，然后相中她喜欢的男生，然后将情人带给对方。那如果男方也接受这个心意的话，就会互换情人带。那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阿美族服饰文化，谢谢大家，阿赖。好，谢谢我们十八号来自花莲阿美族的曾燕玲同学。好，紧接着呢是我们第13号来自台湾族的舞狮。各位评审，各位嘉宾，大家好，加班加班，我是来自屏东县太武乡台湾族，加加巴斯加瑞。我们太武乡好山好水很好玩，好山。我们有很高的高海拔的大武山，如果你很喜欢爬山，喜欢挑战，欢迎到我们部落大武山。好水，我们有瀑布，如果你带小孩子，我们也有清水公园，可以带小孩子戏水。好好玩，好好吃，我们有原住民美食，用芋头粉制作的奇纳菇，用在地小米制作的小米粽，阿掰。我们也有水果、芒果以及有机柠檬。好好玩呢，是在我们7月、8月会有部落的丰年祭，我们会有射箭的比赛。那在年底会有天主教、基督教的圣诞节活动。圣诞节活动我们也会有网美打卡地点。在嘉平法蒂玛圣母天主堂以及万金天主堂，邀请各位莅临我们太武乡，谢谢。好，谢谢我们第13号来自台湾族的吴师傅。好，紧接着下一位嘉宾，第15号，一样来自我们台湾族的舞狮男。各位评审跟贵宾，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屏东太武乡台湾族部落代表的吴思莹。那刚才都有看到的话，那个其实是那前一位的话刚好是我姐姐，刚好姐妹俩一起参加。那真的非常有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穿着的我们台湾族贵族的代表，所以会看到我们有一些图文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可能包含像百步蛇瓮，或者是包含就是结婚你可能会看到的新娘上桌签的图腾都会在我们服装上面。那其实我觉得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的文化不是只是代表着我们身上的服饰，还包含就是我们可能可以体验到我们原住民的生活，也借此这次的活动呢，我们其实也认识到其他各族不同的服装。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如果一般像我这边的部落的话，我们屏东三地门那边有一个原住民的文化园区，那里的话其实可以体验到各族的不同的文化，包含服装，甚至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在那边看到。所以很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屏东太武乡部落，都可以找我们一起玩的吗？我是来自屏东太武乡部落的 Bori， 谢谢大家，欢迎欢迎。
好，谢谢我们第十五号来自屏东太武乡的台湾族的吴思颖、林嘉丽。好，紧接着是我们第十六号来自阿美族的陈佩。你好，我是爸爸妈妈。阿哥是李信，家里公爱家国与父母。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县新南乡北埔部落的阿美族，我的族名名字叫李信。今天身上所穿的服饰是阿美族传统服装，以红色为主，上游着身体的血液，象征着代代相传。身上所佩戴的服饰是情人带，在我们每一年丰年祭都会举行的情人之夜，女方喜欢男方的话会放置槟榔在里头，男方喜欢女方的话就会促成中意女方的话会促成一对。在2014年由花莲县政府举办的原住民甜心获选为最上镜头奖，希望在这次比赛能够透过这次的比赛能够让我们认识原乡所有的特质，让我们发扬光大。谢谢大家，阿赖。好，谢谢我们十六号来自阿美族的陈佩。好，紧接着要邀请到我们第十七号来自布农族的马宣弟阿布。我该说的主语是大家好，我来自花莲万隆乡麻园村布农族部落，我的族名是拿尼，我叫马轩宇。我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布农族的服饰。现在衣服的服饰有分蓝黑为主，我今天穿着黑色的服饰来介绍给大家。衣服上的菱形纹象征着布农族与大自然动物们的和谐相处，也象征着贵族崇高的地位及护身辟邪的神秘作用。很高兴今天可以来介绍布农族的服饰文化，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第十七号来自花莲马远部落布农族的阿布斯马轩义。好，紧接着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第十八号来自台湾族的杨月霞。各位评审、各位来宾委员及创办人以及高雄美学协会，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来自屏东县屏乡南势村，我是十八号。我现在要介绍的是，我要体现我台湾族的衣服。我们台湾族的衣服是非常亮丽的，那我要体现我最漂亮的衣服。这个衣服是有典故的，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的缝制设计出来的。这件衣服我在这里展现给大家看，让大家欣赏我的衣服。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母语。加巴加巴马萨罗，加安吉巴安吉，奥马加巴纳丘马，伊乌鲁古，是西多，是宾多，阿加巴纳啊，吉纳。Anak-anak Minsan, Ibu Mangas,
一个早上好水，一个在那个有一个海边，哎，你我一个看一个看到，阿拉就买一个那买都不来，你在弄几缸，把吃吃就一罐了罐了，叫他们，吃了不吃了不拿，你们拿啊，吃了光光光吃，把肉肉叫他们拿啊，把猪送到你们那买去，啊，早起不了班。马上来带着创办人，你们能不能能干上了啊？我们要国家的你们的啊，那没东西的，那没不来那做一朵。马上我就听讲啊，毛百万，你说啊，机会站在这个舞台来传承我们，能够呈现我们原住民代代相传，下一次能够明年还是有这个机会来我们每一个小孩子，还有每一个。青年们能过来参与，谢谢我，这是我的分享。好，谢谢我们今天第十八号，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哦，来自我们台湾组的蓝月霞。好，紧接着呢，我们所有。参与选美盛会的所有嘉宾以后，我们再出来展示你们的服装，同时也借由我们所有嘉宾的双手为他们再一次掌声，谢谢大家。
他们的这个选美的训练课程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蔡